谢谢老板指教，头蛇尾的嘞，吃午餐。不过几笔账忘了清。雅涵，跟你说了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会处理的啦。啊，不用烦恼啦啊。雅涵，上次帮我修改那题让你修改好了吗？我真的没有时间，你要不要先自己改啊？雅涵啊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可以虎头蛇尾的嘞。我是会计，我写文案只是帮你，不是应该。哇哇哇！你们现在联系是怎样啊？一言不合就给我生气啊。老板急着要，你找到了没啊？也不在这里啊，也不在这里啊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我掉在这里了，你怎么那么调皮啊？走，去吃午餐。现在还11点。下午喽，要不要去叫饮料？雅涵，我要叫一份鸡排，你要叫一份吗？对。嗨，雅涵，听说。你在结这个月的账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弄完，等下交给老板了。还有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有几张发票忘了给你，我好幽默。又来了，好啦，你单拿给我啦。还有，我有几笔账忘了请发票，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？我这个小脑袋啊，哎呀，真糊涂。哎，经济部你好。哎，是老板。嘿，哎呦，我明天会约几个 YouTuber 出来聊一下关于分润的事情。是老板，没问题，交给我，不用担心。好的，拜拜。喂，经济部你好。哎，哎，是我。上次跟你们谈分润的事情 ，OK 不 OK 啊 ？OK 是不是？那我后天就给你合约了啊。好，拜拜啊。华仔，你事情都处理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故意拖时间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事情做得太快，老板就觉得你做事情太简单，然后就忽略你的功劳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哇塞，老板在群组里面很生气，你要不要赶快回他一下？我会回啊，晚点回啦。可是老板真的很生气耶。我就算现在回了，他也不会比较不生气啊。等他气消，我再回啦。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。老板，是，是，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明天会马上处理的，啊。